人类自古以来无比崇拜的天空，蒙古把鹰视作图腾。15世纪达芬奇设计了扑翼机和直升机，而近代以来不间断的向太空探索，一次次的其实都是内心深处对于天空、对于未知的向往。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想要自由自在的飞翔，成本最低的或许是无人机，带着我们的眼睛飞上天空，身体也一起在俯瞰着这片大地，那些震撼的从未见过的景色就这样被我们看见。而小时候我也一样，面对无限遐想的天空，伴随着轰鸣声，一架架飞机穿过遥远的距离，带来一条长长的白线，我就这样躺在草坪上向往着自由。现在我也工作了，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影视行业。无人机其实很早就拥有，但碍于体积和重量还有比较繁杂的安装，我都仅仅是用来工作，几乎没有在生活中应用的场景。雾霾确实是太专业了。现在我的选择是大疆 Mini 2，先不管画质，便携才是一台设备能不能让你带出门的首要原因。一个收纳袋就可以把它装走，要是再简单点，我甚至可以把它装进我的口袋。最近的一段时间，用它拍摄的视频比之前一年拍摄的可能都还要多。何必去在乎那些其实我们用不上的功能呢？参数没有那么重要，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选择最好的就可以了。要我来谈谈大疆 Mini 2的优点和缺点嘛？优点无疑就是轻、便携，而且图床也很给力，最远无障碍10公里的图床，抗风性能也还不错。2.7K60帧、4K30帧，对于自己的拍摄来说，可以说压根就没有压力。但正经的工作，客户不在乎机器大小的话，这也是一台干活利器。缺点嘛，也很明显。Mini 2只有下视臂障，左右和前后的都没有，这其实对于入门的新手来说不太友好，他们其实是最需要这些功能的。但大家也许是精准刀法，也许是出于成本的考虑，反正就是不给嘛。我在拍摄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炸机，飞机在倒飞的过程中撞到了山里的竹子，怪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山体是不断的在升高的嘛。总之后面的时间就是在找呀找呀找飞机，幸运的是好在是竹子挂在末梢，也没有飞太远。奉劝所有 Mini 2的用户，飞行真的是需要猥琐一点的，或者一不小心啊就提供回家了。在19世纪，人类虽然早已飞上天空，但活动都不自由，速度也很慢，而且都还是轻空气产生升力的。但人们总相信终有一天天空不是人类不可踏足的地方，现在时代已经给了我们开这样一扇门，越来越多的方式可以踏足天空，飞机、火箭、空间站，甚至可以踏足别的星球，这样的时代真的是太好了。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种种美好，人类探索宇宙的高度已经不仅仅是天空，或许我们的高度无法达到这样的层次，至少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拍下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，不大不小。Mini 2真正好合适。而无异于设备的好坏，能表达你的观点，可以随时随地拍摄你眼中的美景，这就是现阶段对于飞翔渴望最廉价的实现方案了。大疆 Mini 2永远的神。我是西雅图云飞，大家好久不见呀！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